躺在王菲李亚鹏墙下的明星之周杰伦，在大家都为王菲李亚鹏缘尽可惜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关心到了两人的孩子。虽然刚开完演唱会的周杰伦一下台就被王菲李亚鹏离婚事件杀了个措手不及，但是单亲家庭长大的他听到这件事的第一反应就是呼吁大家不要轻易让孩子变单亲。很惊讶，因为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对，我当然希望因为现在的单亲家庭真的都很多嘛，对，那当然希望这些这个模范夫妻艺人朋友们可以坚持下去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本身真的就是单亲家庭，所以我都会希望有一个很以后的小孩子可以有一个很圆满的